请听下面魔王语的一组对话，填写出其真正含义。魔魔特特魔特魔特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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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，说啥呢？模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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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模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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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特。这可是只有模特才听得懂的模特语，你当然模特，模特，模特。就要馒头配大葱。你说的我听不懂。后来 K 在哪里？对不起，怎么唱啊？你不懂，你不懂，这是男人的粉红。剧由时尚购物 APP 有范儿冠名播出，有100种方法让你穿出范儿。咱们这场活动会有很多家媒体，咱们品牌现在非常注重大中华市场，也有很多家模特公司跟我联络过了。但是怎么说呢，他们离我心中的这个人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距离的。Yes.So, 我一直很困扰。可能我们的经验还不是那么足够，那不然我们下次再合作好了。但是我看到了这份资料，有误。绝对是有误。接地气。接地气啊。我的 boss 要求我推陈出新，不走寻常路。哎呀，你懂的，有时候思维会陷入一点点困境。但是我看到了他 Muse。 我的 Muse。 Muse 啊，天作之合，绝对是天作之合，就是他了，就选他，而且要走主秀。要走主秀。对，走主秀。走主秀啊。谢谢老板。从来没有人事先想到这次走秀的机会居然落到了王富贵的头上，连极品魔王此时此刻正在拍摄的剧组都没有料到。喂，啊，对，哎呀，今天不开工，没有通告，我今天一个人在家享受我天伦之乐呢，一个人。对啊，哎，你们中午要是回来的话，给我买点饭啊，多加点肉。啊，我，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国际超模，我第二集说什么了？还有谁？导演帮我闪回一下，我可是以后要去当偶像的。弟弟，你的格局未免也太 low 了，不要说是在国内舞台上，就是去国际舞台上，我也完全能办得妥妥的，妥妥妥妥。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国际超模，千呼万唤使出来，我终于要登上国际舞台了。耶，金俊赫，我比高位。以后你们跟我就要隔一道长长的鸿沟，我在沟壑的内头，你们在沟壑的外头。我一个人红了，会带你飞。一线，富贵，一线品牌，哎。啊！
哎，收了收了。神经是这衣服啊？啊。王富贵，这一集我要走主秀，那几个配角得先和我蕊一下戏呀。三奶啊，虽然你也毒舌了一点，但是我比较理解你，毕竟咱俩的型呢比较接近，你防着我背着一点呢也是应该的，娱乐圈。不过你放心，等到以后我去米兰的时候，我肯定带上你跟波比的。到时候给你俩一人发一套制服，让你俩走在我身后，彰显你们专业的服务水平。到时候凭你们俩的条件，这些小的案子啊，当然不能跟我比啦。不过是也是一份很好的工作。哎呀，我爸，你是有一身的好功夫，属于技术功夫，跟他们不一样。到时候呢，我再给你配两。你们三个人一块呢，穿上你最喜欢的李小龙的服装，然后你们再演一下《超能陆战队：复仇者联盟》。不行，啊，李小龙，我一个。好好好，你一个，你一个，你。弟弟，换我了。爱情片，那里一个爱情片。可是我不想跟他演爱情片。你看我干嘛？弟弟啊，虽然你没有什么文化水平，没有什么技术，你要不要看清楚台词再讲？动作片。现在你男朋友跟女朋友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，我让你当我的经纪人的话，我的财务账目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回州，回州。卡通冒险片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看着我干什么啊？我当然是看你到底能干嘛了。你虽然蠢了一点，笨了一点，然后还没有什么专业水平，现在男女朋友关系还没有处理好。但是呢，我是没有着落，不是没有处理好。你这样讲的，我好像男女关系很乱，是不是？男女关系没有着落，没有着落。对对对，法语片子来演啊！说法语，说法语。我应该怎么讲的话？按你们觉得法语的感觉来讲，不用真的是说法语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笑场什么呀？真是的，伟哥，来来来。弟弟啊。弟弟啊。怎么了？不赖我。那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就这个比较好，就这个比较好。弟弟啊，虽然你不能差一点，穷了一点，没有什么专业水平，然后你现在男朋友女朋友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。不是搞清楚，是没有着落。讲不同意思，我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。人不能没有这方面的需求，人要懂得上进。我就让你当我的第三经纪人。你帽我看看衣服、裤子、袜子、帽子啊！接下来的每一个月，我都会给你五张我的签名照片，当做我付给你的薪水。你不是要干嘛？第三经纪人？那前面两个是谁啊？超级模特养成宝典。哎，这个可以啊。做一个好模特要从新开始。有没有详细点的？详细文章的下载都要有网上的智慧豆，你连智慧都没有，有这个就不错了。啊？干嘛？你吓到我这个未来的明星怎么办？
我现在是没有空管你这个东西了，我得要照顾一下我们的合约，因为你这一身的穿搭如果被常看到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会立即解约的。这些是我找得到的资料，夏装的经典穿法、模特穿衣指南、时装搭配，我觉得这些文章对你一定很有用，你看一下吧。天哪，你有多少智慧豆啊？我没有智慧豆啊，但我的智慧是比你多一点啦。这些是我从伟哥他不要的废弃品那边找到的。伟哥不要的废弃物拿来给我看，这也太低端了吧！像我这种阶段的模特，怎么也得是金属质感包装的。你做钢铁的，你连上窄下宽、上宽下窄、突出重点这三个穿原则你都做不好，这玩意儿谁不会啊？导演，给我来一个化妆画。啊？啊哈？要多宽有多宽，要多窄有多窄，要多厚有多厚。这种短裤外穿的超级英雄 style， 还有这种冬衣夏裤的穿法，都是我看了多少时尚大秀才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是不是很惊艳？你在哪看的时尚大秀？广播电视周刊。很快。骚年呀、啊、骚年，看来只有有范儿才能拯救你了。上课了。模特如何快速更衣，这是模特必备的一个 skill。 虽然我没有做过 T 台模特，但今天早上我听伟哥说过了，在后台的时候模特只有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去换衣服，所以时间非常的短。那你刚才说后台换衣服，那是男的跟女的一块儿换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果然没有入错行啊。鲍斌，其实这个男的跟女的身体构造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所以不用介意这个。好，伟哥说过了，一般在后台会有更衣师帮忙，但如何在最快的速度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再正确并优雅的把衣服再穿上去呢？这就是难题了，弟弟给你脱一次。就是这样，伟哥教我的。简单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哥给你仿一个啊。桃花村长的儿子，你怎么没穿内裤啊？这样还打脱吗？不值。关键时刻找有范儿，有范儿下单，有范儿下单，全套穿搭立刻有。不，好快啊！起来，你在有范儿上买的衣服到了。我看你穿的这身最有范儿。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。富贵，他们只是嫉妒你的才华而已。干嘛啊？吃饭？不可能给你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超级名模了。怎么可能给你呢？富贵，他们只是嫉妒你的才华而已。伟言正佑，我知道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很标准吗？不是中文，是英文。别闹，这今天又不是愚人节，教我英文呢？你学习你的英文名字。骂你？骂你不是。咋不是骂你？波波先生叫我骂你哥，骂你哥，咋不是骂你啊？是不是骂你啊？你说吧。Money， 骂你 ，Money。模特不是在胡闹，是一种专业。如果你觉得这是份荣誉的工作，认为模特是条捷径，必然会有光辉未来，那你们就错了。模特背后辛酸苦楚，不比任何人少。那些被时代淘汰的模特，下场都是相当惨的。哎，这个我知道。
被时代淘汰的模特，不就是你吗？对，我就是个例子。不想做另一个我，就先从做这一个我开始。是的，高伟文即将传授王富贵最强模特独门绝技——面瘫九式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即将为您呈现的就是面瘫九式。上 the top， 左下 button left， 右下 button right， 左上 top left， 左 the left， 右 the right， 下 the bottom， 右上 top right， 中 and center。这就是面瘫九式。在那场轰轰烈烈的面瘫九式教学后，王富贵突然燃起了莫名其妙的正能量。高伟文、金俊赫、Bobby 分别担任起了王富贵的模特教练、健身教练、饮食教练，为的就是要让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走秀得以顺利出演。英俊这个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极品魔王们前所未见的同心协力，倾囊相授，但事情真的有那么顺利吗？一切真相就在本集彩蛋独家公开。撤不喝酒，他说他是你的三姑吗？阿贵，阿贵，大姑妈来了！姑妈，他们平常是行为上有点怪，他们不如我事业有成啊。姑妈来这待不了几天，演个戏，就说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你们还是帮帮我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生活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世上不是强迫专利，每人都有世上的权利，每人都有开店的自由。有同学 Money 他一定能实现，起来有才有饭的朋友，起来想改变世界的人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世上不是强迫专利，每人都有世上的权利。你是本姿态，他一定能实现。我觉得我走的挺好的呀。呵呵呵。